向的就是说，国家不能够强制要求宗教团体遵守民主跟公开的原则。那其实这个法条其实也内政部本身，这个也是内政部本身自己讲的，宗教我们宗教法制的缺失里面的一环，他也认为宗教团体。收集了一部分的这个共同点，先做出一个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会被扭曲跟误解。刚刚李法官有提到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宗教人权为什么这么欠缺。我们的，那我们现在的现状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现状是行政法律、行政命令说的没有嘛？各县市，你画一个县市就不能。当政府提供人民精神粮食，使人民的精神免费购买，各位，这个是何等的尊贵！基本上，这个不是实在的事，而且宗教确实出现。9点到